今天摩托车巡逻发现了好多的玩具，这些玩具身上涂上了厚厚的泥巴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来盲猜一下，谁还能认出来呢？蝙蝠侠面具，黑豹面具，钢铁侠面具，玩具枪，赛车，挖掘机，玩具枪，集装箱汽车，集装箱汽车，自卸车，玩具枪，清洗一下这些玩具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霸王龙，挖掘机，自卸车，集装箱汽车，赛车，物流车，钢铁侠面具，黑豹面具，玩具枪，玩具枪。